梦想从选择开始，请听题，告诉我你的选择。你确定吗？你确定吗？有勇气就会有奇迹。欢迎来到惊喜无限的海巡词典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开心词典，我是小宁，我是小鸭。一周过去了，知道大家这一周呢都很忙，今天呢是周末，大家放松一下。每到打开电视看到开心词典，看到这么英俊帅气和美丽端庄的小宁和小鸭，大家心情肯定特别的好，对不对？谢谢你夸我。夸的，哎呦，其实我今天想问的是啊，小鸭，你有没有什么绝活？绝活那要看你用什么标准，比如说吧，你跟一个特别不没有绝活的人在一起呢，那我可能还是有一点绝活。但是呢，如果我要跟真正有绝活的人在一起，我那个就不叫绝活。他太谦虚了。其实小鸭有个绝活，炒菜，颠勺是小鸭的绝活，可能其他的人都没吃过。今天的晚饭有一道菜就是小鸭亲自在家里做，那味道太好了。我经常是这个勺一边，我发现，哎，锅里头没菜了，菜在隔壁。这是开玩笑啊，其实今天为什么要说到绝活呢？今天来到开心词典的三位选手都是身怀绝技，他们不仅是有高超的技艺，关键我觉得他们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，都特别热爱劳动，热爱锻炼，热爱运动。所以这三位选手呢，我觉得他们是倡导了一种有意思的、健康的、阳光的生活方式。没错，来，我们先认识一下这三位选手。来，有请这三位。可以叫我去给你家切馅儿。谢谢大家，我这个气球是真的。说是身怀绝技，其实呢，他们都是把自己的绝技用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。哎，我们来认识一下一号选手，做个自我介绍。
大家好，我是崔志喜，名字有一点难叫，有一点咬嘴，但是我这个人一定是非常顺的一个人，因为我是一个健身教练，我的目的只有让大家高兴，只有这一点，谢谢大家。欢迎崔志喜。我觉得志喜有一个最英明的地方，什么？他让大家高兴，然后呢让自己健康，是吧？对对对对。经常都会这样扭着跳吗？把舞蹈跳在里边，把舞蹈跳在跳绳里边，很过瘾的。所以你的绝活就是跳绳是吗？对对对对。你最高的记录是多少？一分钟之内或者一分钟速度大概是240-250次吧。240-250次。对，擅长的应该是花式。骄傲一点来说，有比较多的徒弟，然后他们跳的许多比我都已经很好了。哟，好你满天下。比我好多了。青出于蓝，你应该感到欣慰。对对对对。哎，一号选手。欢迎你的到来，欢迎。谢谢谢谢，欢迎一号。像我这么热爱厨艺的人啊，当然我最钦佩的就是二号选手。二号选手，欢迎你，请你坐。你好，谁呀？大家好，我叫王金芝，是一名厨师，非常热爱生活。我的特长就是在切肉切馅儿，还有一个特长，还有一个你们没见过，一会儿给你展示一下，就是在鸡蛋上擀面片。鸡蛋上擀面片？鸡蛋上擀面片？不是，是在鸡蛋上，还是把这个案板放在鸡蛋上？对，把案板放在鸡蛋上擀面片。这是什么蛋？这个是咱们家吃的普通鸡蛋，不是煮熟的鸡蛋，生的鸡蛋。一会儿你们俩可以试一试。行，等会儿咱们见识见识。哎，好，谢谢大家支持我，欢迎二号选手。三号选手，你今天的装扮最特别，你的发型很酷。哎，太可爱了，谢谢小雅姐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号选手，来自四川成都的茶艺师吴。谢谢大家。小雅的老乡。三号选手，你在这个倒茶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是从后背倒的时候，特别像那个敦煌的那个壁画反弹琵琶。反弹琵琶美极了。对，因为自己烫伤过吗？烫伤过，因为就在平时锻炼的时候，我们肯定是用冷水，就不烫了。但是像我们要参加一些活动呀、比赛呀、宣传呐、就是作为这种观赏的角度来看，就用开水，但是很烫。像我们的，像我的手的话，现在没有女朋友，就是手像一个熊爪似的，没人敢要我。看看你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手。对，现在手上很多茧，是绿色的，如果不洗的话，那是绿色的。所以你把找不着女朋友归罪于你的手。对，所以我一般出去的话，我都用左手拿东西，不能用右手拿东西。再给我们看一下，来，这上面我刚才在家的时候用指甲刀把它绞了一下，看不出来了。这已经是修剪后的哈。对，我觉得你还是个孩子，你多大了？你猜一下。猜一下。都说四川人长得绍兴哈，我猜你二十几来着？我看他这个发型，12-13岁都说得老了。这发型挺可爱的，都已经在公开场合说女朋友的事了，肯定是20岁左右了。哎，那小叶姐猜一下我多少岁？今年25岁。没有。大了小了？大了。21岁。没有。大了小了？大了。大了。18岁。小了。19。小了。19岁。20。那你着什么急啊？你老在那左一个女朋友没有，右一个女朋友没有。我这24岁还没犯这个愁这事情。这儿还大龄青年的在这儿还啊，不用着急。我特想知道，像我这种拿平常的水壶倒水都能给这个洒到外面去的人，你能用多长时间把我教会了基本的一些动作？教会的话，看你的悟性吧。如果你悟性高的话，应该在几分钟的时间就搞定了。我们三位选手说实在的，其实都是他们的工作。哎，但是呢，他们因为工作，所以让自己的这个技艺越来越高超。没错，他们今天呢，不仅要展示自己的绝技绝艺啊，同时也要展现他们这个智慧的光芒，在答题的时候一定要更加聪明一些。同时，我们还要请上我们现场的观众和我们三位选手一比高低啊。哎，肯定很好玩。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对我们三位选手有什么样的印象？现在可以给他们投票了哈。拿出你们的按键器，1、2、3，请按键。好，结果已经出来了。
谢大家。你看吧，20岁的四川男生没有找到女朋友，但是在北京找到了亲人，大家都选你第一个上场。而且今天现场来了很多的小女孩，20出头的都有。你看支持率这么高，肯定有看中你的，等会儿展示一下绝活，可能更喜欢你了，好不好？那好，现在我们就进入我们三位选手的开心一对一。告诉我你的选择。开心一对一。哇，谢谢。精彩的答题马上开始，有请主考官小鸭。3号选手春玲，谢谢你来这里。谢谢你。你的发型好酷，是自己设计的吗？也算是吧，因为就学这个的时候，他肯定会受到一些很多的挫折，就包括我身高不是很高，然后我去到一些大型的地方去应聘的时候，都会嫌你太矮，所以自己就觉得就当初的技术不是很好，但是觉得太矮，肯定是对一个人的一种伤害，然后回去就是。你不矮，谁说你矮了？对，但是在也应聘的场合是这样的，然后就是回来就是我虽然说矮，但是我技术不能比别人差，就是我要锻炼，我要像别人身高一样的人平等的站在一个地方。春玲，你不矮，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矮。他们说你矮是他们不明白。对，当初我为了学这个发型的时候，我自己感觉蛮好的嘛，已经照在电脑上，然后老板看了，哦，对，这个小孩蛮有精神的，然后就让我去上班，是这样的，所以我非常感谢他。这个发型给你带来了好运。我们呢是答题之前呢要先翻一个号，然后呢再来看题目，你先来选一个号。先选一个，就选个6吧。沏茶的时候，经常会看到水面飘着一层油膜，说明茶叶是 A 新鲜的 ，B 不新鲜的。我选择新鲜的吧。选 A 新鲜的。对。确定吗？确定。你的回答是。正确的。这个茶呀，它其实你看上去是一层油膜，其实不是，它是因为茶的一个叫白毫，是对人体非常有意义的一种。对，它在这个揉捻的时候它会脱落，新鲜的时候呢它就会飘在这个茶面上。如果说这是陈茶的话呢，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，或者抖啊抖啊都抖到底下去了呀，所以就没有了，就掉了。恭喜你开了一个好头，非常好。谢谢。继续来。8号吧。对，我选择8号，就跟我人一样很胖，所以选择八。哎，春玲，我觉得我要纠正一下你的标准。第一呢，你说你个子不高，你觉得很遗憾。第二一个，你觉得你很胖。你第一呢不矮，第二呢你真的不胖。你为什么总是对自己不满意？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人。对，因为就像我以前穿的，他在茶馆里面穿的是一套白色的，那就显得非常胖。然后这种衣服就是。两个大姐帮我显得你挺单薄的，空空荡荡的，跟个衣架子似的在那儿。对，然后设计了这种衣服，想着它就要瘦一点。我觉得你特别在意自己的外观是吗？因为我每天上班的话，8个小时我都要面对的每一个人，别人是高高兴兴的到我们这里来消费，然后我们要让他高高兴的离开我们这里。比如说你很脏啊，把自己打扮的一下去到他面前一去出现，别人很高的气氛。也许就一下会被散失了，那么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然后就是，但是呢，你追求完美是应该的，不要对自己不满意。你真的非常好，又聪明又健康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一切都是刚刚好。谢谢。大家说对吗？来，春玲，这是第二题，这是一个文字题。蒙娜丽莎的双手被达芬奇描绘的极富生命力。其中一只被誉为世界美术史上最美的一只手，请问这只手是 A 左手 B 右手？一个非常特别的微笑，一个女子，然后她的手是这样，我也不知道是这么放的还是这么放的，反正就这样子的，是这个姿势。我选左手吧。就是这样子的是吗？对。为什么选了左手？
这个因为你的左手比右手好看是吗？对。我看看你的右手。哦，就是这个右手是经常拿那个茶壶。嗯、对。你觉得你跟蒙娜丽莎有相似的地方吗？没有。她是在一个很早的年代，她是一位美丽的女性。确定吗？确定吗？最后五秒时间给你考虑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右手吧。换成右手了。对。确定吗？确定吧。选右手。嗯，对。没有见到过蒙娜丽莎这幅画是吧？对。那你是蒙的，来看看你的运气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幅画。右手，蒙娜丽莎的右手很美，你的左手很美，你的回答是正确的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继续吗？大家说继续吗？继续。来，继续选。平常在生活当中喜欢注意一下就是这种营养啊还有生活常识吗？还行吧。还行。主要我考验一下。对。这道题目呢，小尼特别用心，他特别为你制作了一段录像，你来看。嗯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您能分得清这三个都是什么瓜吗？其实我也刚弄明白哈、啊，这个是苦瓜，这是黄瓜，这个呀是丝瓜。但是要是问您这三种瓜究竟哪一种维生素 C 含量最高，您肯定答不上来啊。今天我们就专门来做个实验，告诉大家。三种瓜哪种维生素 C 含量最高？下面哪种蔬菜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最高？ A 是黄瓜， B 是丝瓜， C 是苦瓜。我觉得这三种瓜在我们四川都挺多的哈。对，都有，基本家农村里面家里面都有。城市里面也有。城市里面有，是大棚屋的。我选 A 吧。黄瓜。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平时大家都喜欢喝的是黄瓜汁。黄瓜汁。对。哦，我听说黄瓜汁挺减肥的。对。确定吗？确定吗？确定。嗯。继续再看录像。好，我们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下面有请专家给我们揭示最终的结果。你好。从分析结果看呢，每百克食物中丝瓜的 VC 含量大约是5个毫克、黄瓜的 VC 含量大约是8个毫克，而苦瓜的 VC 含量是56个毫克。56个毫克啊，就是差这么多是吗？所以综上所述，哦，我们这个苦瓜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最高的，你答对了吗？春玲，好遗憾，不是黄瓜，是苦瓜，所以你的回答是错误的。春玲呢，只有20岁，但是春玲好像你为找女朋友的事情有点发愁，是吗？基本上是吧。你还年轻，不用那么着急。对，其实我学这个的时候。有一段时间嘛，就根据自己嘛，然后我就说这个卡子的时候，把自己的个腿拉伤了，然后很放弃。这跟找女朋友没关系。对，很想放弃，但是就说连这个事都没有一种出路的那种感觉，就想放弃。然后一个女孩鼓励了我，所以她经常都说我很傲慢，就是很骄傲的意思。那你为什么没有追她？不知这。不知道吧，也许是我也感觉自己太骄傲，所以平时都在他的面前都自己会注意一下，或者打电话呀，注意一下，应该慢慢改变自己吧。
那想把你的，你都自己知道自己骄傲了。对对，他老是说傲慢嘛，然后。你喜欢他吗？喜欢。这样吧，在镜头里跟他说，愿意吗？我愿意当这个红娘，大家说好不好？谢谢你对我的鼓励，我会加倍的努力去改变我自己，让你把你的终身托付给我的话，以后我相信应该是我不会辜负你。谢谢你。到时候我如果是成了的话，请小丫姐回四川喝喜酒去。我们现在呢要把春玲她的这个茶艺的这些工具拿上来。现在春玲的这套家事呢又摆在这儿来了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一男一女，谁愿意来体验一下？来，那个小伙子，再请一个女士，来，这个姑娘，穿绿衣服的姑娘，小尼，你不是梦寐以求都想喝茶吗？不是我想喝茶，其实我是想学。来，小伙子，上来，姑娘，这样的，我体验一下行吗？好，可以。往哪儿？这里面穿。一二三，怎么样？长得有力气啊！慢点慢点，你就这样？你看这都桌子都湿了。我就说我普通的壶我都拿不稳，不是你。这位姑娘，你来试一下。姑娘试一下，别往壶里冲了，拿个大碗来。来这个吧，这个够大了。这个够大了，一二三，来。妈呀，往哪儿倒啊？收，还行。哎呦！哎呀妈呀，这想象一下，这要是开水，这差点。小伙子，来，小伙子，不能输给女生吧？得给咱们男同胞长点脸哈。这个保持50米距离。好了，哪个？这个杯子哈。来来来，给你弄个带色的。你不能直接倒，你这样到这儿了。来，对，再一二，你干嘛呀你？别泼我们身上啊！你干嘛呀？你浇花啊你？男孩子更应该把握好方向啊！这哎，你说啊，你们这，我们都四川人，我们都四川人哈，四川人都会这个，天生就会。大家看看啊，别夸海口啊，手逮到，手拿到这里，这样，这样，手这个手，左手这样，就翻一面，对，看着啊，然后对准了一下，再倒，你看师傅真传，来看，开始是这样的，回头水从这儿出来了，一二。对，你看，哇、哦，很棒很棒，我也来。是这样子的。那个反弹琵琶怎么着来着？后来后背，别伤着自己啊。这像打台球呢，这。来来来来。我是一张弓，站到一个松。嘿。你要玩谁的套子？对了，今天我特为你准备了一个这个刀，随便怎么这么大的碗，那难不倒我。反弹海，你看我这动作标准吗？你先评价一下，还行，纠正一下，胳膊有点硬哈。打高尔夫球还得纠正动作呢。要想做一个规范的动作，啊，这样，驳壳枪，哎呦，这多别扭啊，老骨头。这太别扭了，这怎么，这太不优美了，你得做这样。这样我教你一下吧，这样、啊、这样拿，这样拿，来吧，这下拿着，然后往后放到后面去，倒着倒，倒着倒。哦，知道了，要快要快，来，就闪开，我得离远点，那个后面的工作人员闪开50米啊，来，一二三。倒不出来，没水了。哎呀，这个导演刚才那段掐了不够哈，别影响我的光辉形象。还有春玲，你来露一手，来比较一下，来个正宗的，掌声鼓励。来，反弹琵琶。哇塞！哟，瞧这功夫！哎呦，滴水不漏。
我刚特担心他到这儿倒水的时候一滴水都没了，都被我们使坏了，就使光了。这个真是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啊，不是吓一跳，是吓了好几跳。什么叫功夫？春林这儿就是功夫。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练了多久了？7年了。7年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7年功啊。这名言名句呢，今天是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两位观众，谢谢春林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两位选手，谢谢。进来上场的是我们的哪位选手呢？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，拭目以待，加油。今天呢我们把王大姐请到了我们的这个演播室来，她平常工作特别忙，很多客人呢都需要她。我最崇拜的人之一呢就是厨师。我看见这个了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给你们带的象形饺子，就是也是那个饺子一种，但是俗称它是船点，就是乾隆下江南的时候那个厨师没得做，看见什么捏什么就演变过来了，也算花色饺子。这个天鹅送给你，因为你长得非常可爱。小鸭，我还以为是鸭子呢，这个是天鹅。天鹅，那个这个送给你。这个玉米就送给小尼吧。嗯，就送给小尼。因为你是四川人，能吃那个爱吃辣椒，这个辣椒送给你，你可以吃，这是熟的。哦，这个里头是甜馅的。哦，豆沙。嗯，对，莲蓉馅。啊，莲蓉。嗯，有蛋黄吗？没搁。这个呢是白菜，这个也能吃，这里是奶黄馅的。反正这个呢没让我的手都捏过了，没大家的份儿了，一会儿我做完节目自己吃。谢谢谢谢。金枝大姐呢不仅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还有一副热心肠。曾经呢有一个邻居好像您为他义务做了半年的饭哈。啊，对，就是因为这要说起挺长的了，我们家拆迁得有5年多没见面了，而且呢也失去联系了。嗯，要说起来可能这个叔叔要提起他伤心事，因为他爱人就是我叫阿姨，他呢就是退休天天在家做饭，后来突然去世了，他没地方吃饭啊。完了，这个叔叔，我这个叔叔呢，他基本不怎么会做饭，所以你替他做了半年啊。完了呢，就是反正经常包点饺子、包子啊，给送过去。金枝大姐特别热心，特别善良。然后呢，还有一手绝活，大家刚才都看见了哈。一会儿我要跟您比试比试，我也特别喜欢做饭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答题好吗？好，来先选一个号。一号吧。蜜蜂在蒙蒙细雨中采蜜，预示着阴天，也就是阴雨天将 A 结束 ，B 继续。哎呦，这就是蜜蜂在下着雨，蜜蜂就开始采蜜了，那说明快要停了，这个雨还是还要继续下。不，结束好像应该是一下雨，它的雨就该着湿了。嗯，不能采蜜了，应该是结束。嗯，结束。你的回答是正确的，谢谢你小丫。我还跟你说一点小秘密，就是我在这儿说，那大家知道我的小名其实我也叫小丫。真的真的。要不看我们真的是有缘哈。我也姓王。我也姓王，就是咱们大姐也姓王。我的大名叫小丫，我大姐的小名叫小丫。哎呦，咱就是一家人，姐俩真好。那个啊，我就认您当姐了。行，谢谢妹妹。本来就上你们家吃包子去。好，吃饺子去，一定去，妹妹。好的，好的。继续吗？继续。来选号。十号吧。下列哪个故事和诗人李白有关 ？A. 悬梁刺股 ，B. 凿壁偷光 ，C. 囊萤映雪 ，D. 铁杵磨针。C 不是 D 李白不是。少年的时候呢，李白比较贪玩，有一次呢他就碰见了一个老奶奶。哦，想起来了。铁杵磨针 D 啊。他碰见这个老奶奶之后呢，他发现老奶奶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在磨一根铁棍儿。而且老奶奶对他说呀，只要你功夫深啊，这根铁棍儿呢也能磨成针。从此李白刻苦学习，成为一个大诗人。你的回答是正确的，谢谢你小丫。铁杵磨针，
继续吗？继续。再来选三吧。看看这张图片，仔细的看，有15秒的时间，有4个画面啊。刚才的图片上有几个杂技演员骑在独轮车上 ？B 6个，确定吗？好像是，确定，好像是6个，好像是6个，确定吗？那就是5个吧，确定吗？我刚才好像数了。这样吧，先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呢，我们再来。刚才的图片上有几个杂技演员骑在独轮车上？5个吧，确定吗？啊，确定，5个。嗯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片。5个，真是5个。谢谢。独轮车上，因为很容易混淆在这个一辆车上了。对，独轮车上是的，5个杂技演员。谢谢，恭喜金枝大姐。谢谢。继续吗？如果继续了，不继续了。我那个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那好，我们听大姐的。现在呢？我们要把大姐的工作台拿上来，哎，接下来的这个环节比大姐答题更有意思。王大姐要表演绝活了。现在我们要看王大姐在鸡蛋上擀面。鸡蛋上擀面。嗯。啊，把这个案板放在几个鸡蛋上。这个我拿这个擀面棍把这个面片擀满这个案板，鸡蛋不脆。没事儿。这个主要是要用力，要巧劲儿。对，这得用巧劲儿。这个我参加过比赛，拿了一个冠军。哎，在这个你猜我用了多少秒？多少秒？应该在多少秒？你觉得应该在多长时间能擀满？就我觉得现在已经过去了大概10秒了，差不多20秒，半分钟。你觉得应该用多长时间？就是擀满了，鸡蛋不脆。不知道，我20多秒，超常发挥。哦。跟我比赛几个选手全脆了。我觉得奥运会可以增加这么一个项目哈。你小宁，你来来来。小丫，你先试试，这个。这有面，你别那么轻，得擀满鸡蛋，你还是鸡蛋，你能不轻吗？又不是石头，你轻它不走。你这20分钟你都擀不满。这是鸡蛋，你来一块，让小妮来一块。慢工出细活，让我来一块。嗯，来。等等，我再给它铺点面，再铺点粉。你用我的鸡蛋还用那个鸡蛋？这一回都有硌了裂纹啊！没事，就我您的鸡蛋，您的鸡蛋有真传，它不会。您这不是用了10几年的鸡蛋吧？不是。哟，您把这准备工作都给我做好了，我这大厨真是。我都说了嘛，我特别能够给大厨当下手。来，开始吧，小鸭。这个观众朋友们见过小鸭干这事儿吗？满手面团都给你抻好了，你才用不到底线了，快点。嗯，都做好了吗？给我捏捏腰，捏捏背。老爷，您请吧。行了，算了，捏面粉手。这个鸡蛋弄坏了，我不负责任。没关系，不让你赔。哇！啊、这柔劲儿，我这其实用的劲儿不大。我来，这个柔劲儿不行。哎、这个厨师不行。碎了。大姐，看我的，我觉得我还行。全脆了，一个好的都没有了。来，我给你换上。
这个必须得用揉劲儿。真是挺不简单的，我觉得我用的劲儿不是很大，那说明我力气大。这个是就跟那个刚中带柔，柔中带刚，你不能太生猛。女人嘛，就是要以柔克刚。我来。刚才的是生猛型的选手，现在我们看一下稳油型的是什么样的哈。稳油型的，来铺点面。这还得我干、啊。哎呦，你慢点。还是我自己来。太浪费鸡蛋了。太温柔了，太温柔了。王小丫同志，您在家里平时就是这么擀面的吗？是这么擀的吗？哎呦哎呦，您还来绝活，来反弹琵琶，掌声鼓励，来反弹个琵琶吧。大家能不能改行吗？行，这也是。我这么改行吗？我看他铺的蛮，铺不蛮。行了，鸡蛋草莓配耶！来掌声鼓励！给部长，不错，赶得真好、啊。说实在的，大家可以在家里玩这个游戏哈，你感觉一下，在这个鸡蛋上擀面是什么，真的很难。不是，不提倡大家经常做，不能浪费粮食。但是我觉得这真是需要一番的功夫，这个力道得掌握好了，是吗，王大姐？对，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巧劲儿。巧劲儿。嗯，不能特像你似的，拿回家蒸馒头吧。我包饺子，我下去包饺子去吧。哎，对，可以包饺子。行，谢谢你啊，咱俩都是面熟，没关系，咱俩都是面熟，姐俩，姐俩好，靠着那个满手的面粉，劳动者自豪，劳动者光荣，劳动者骄傲。谢谢大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哎，谢谢你。跳绳冠军一号选手，我们看看他能答对几道题，我们一起期待，掌声鼓励。欢迎志喜，今天是一号选手第三位上场，最后压正啊，压轴，跳绳。对。先答题吧。好。先选一个号，还有四道题目。哎呀，给我准备这么多呀！给我准备四分啊！我决定今天把这四分都拿着了，来九吧。帕瓦罗蒂去世了，这是音乐界的一个天才，他的那个高音高的呀。特别美，我们先听一段。这首歌是帕瓦罗蒂演唱的《我的太阳》，它是一首 A 俄罗斯民谣， B 意大利民谣， C 苏格兰民谣。俄罗斯，意大利 ，B 意大利民谣。意大利民谣，确定吗？对，意大利，确定。你的回答是。正确的，意大利民谣。谢谢。下一个选二号。这是三张图画，你要看。下面动物中没有尾巴的是 ：A. 树袋熊 ，B. 熊猫 ，C. 北极熊。没有尾巴的。没有尾巴的。A. 树袋熊。A. 树袋熊，确定吗？确定。没有尾巴。你的回答是正确的。今后是谁来了？我的嫂子还有我的小侄儿。在哪里？也是我的徒弟。哦，侄儿也是徒弟啊。对。侄儿会跳绳吗？很厉害的。很厉害的。厉害到什么程度？他可以算是我。一分钟能速跳157。哇，真厉害。他擅长的也是花式跳绳，对，把音乐和舞蹈动作融合在一起，感觉就很漂亮。哎，给我们露一手，来。来，露一手。小尼哥哥想跟你比赛，你愿意吗？愿意。好，小尼哥哥，有一个小朋友要向你挑战。我不愿意，我觉得太没面子了，我要跟他挑战，我要跟我们的选手挑战。你多大呀？来，跟冲着我们观众说，你多大呀？9岁。9岁，你知道我多大吗？你知道我19岁。我看看你的神儿，有什么不同？哇，这是小孩子的神儿是吧？演砸了。掐了不能播哈。来，挑战这个哥哥啊！来，你站这头来。你先给我们露一手吧，你先跳一跳，让我看一看。
了解一下敌方的这个情况。哇，很轻松。好，来，这是热身赛，小尼哥哥。小尼来的是快的。来吧。来，大家看清楚啊，要从侧面看。预备，起。哎呦，脚真疼！来来，正经的哈，我试一下，跳点花绳，一二三，开始。花怎么花？加油！我跟你花。这一下跳两个哈，只能跳一下。快跳啊，小尼！你看人家都没停呢，我不好意思，不许闲着。咱们还能边跳边说绕口令儿：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踏马标兵碰，标兵踏碰炮兵碰。哎，真是服了你了，服了你了！你看人家一直没停过，真的真的真的，而且人家是沉默不语，这我都这气喘吁吁了。你练多长时间了呀？一年多了。一年多，这是你师傅是吧？是。师傅跳得好还是你跳得好？师傅。当然是师傅。小妮跳得好还是你跳得好？应该是。应该是啥？他应该更。咱们这比我差一点。只是一点，他很给你面子。孩子，你可能不太懂事儿哈，这是在全国观众面前说着呢，这得维护主持人的形象。咱们重新说一遍好不好？孩子，是你跳得好还是我跳得好？说实话啊，你是好孩子，都挺好。哎，这样心里还平衡一点，舒服多了。这什么主持人呢？这是。我告诉你，你跳得比他好多了啊！我也承认，真的，加油哈！争取以后能够超过师傅，好不好？加油！谢谢你，谢谢。哎呀，小妮太累了，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，喝口茶去。回头你得教我，我得拜你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个花式跳绳，我觉得真是挺棒的。来，继续选题。五号吧。目前人类已经在月球上 ，A 踢过足球 ，B 打过高尔夫球 ，C 打过羽毛球。月球上，羽毛球。我选 B 打过高尔夫球。确定吗？确定。你的回答是正确的，还继续吗？继续。好，最后一个别无选择。七号。下面哪种哺乳动物的平均寿命最长 ？A. 猩猩 ，B. 长颈鹿 ，C. 大象。平均寿命，我选 C. 大象。C. 大象，你的回答是？正确的。一般来说，大象可以活到60岁，有的可以活到100岁，在动物当中寿命是非常长的了。恭喜你！哎，谢谢。今天答题特别棒，全部都是一气呵成。谢谢。告诉我你的选择。你三位选手今天答题都答得不错啊！一号选手积分是4分，哎，二号选手是3分，3号是2分。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，在这个环节是比较残酷的，因为我们要把分数最低的那位淘汰掉啊。春林，很遗憾。希望你早日找到幸福的另一半。其实太早了，20岁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不默契。主要是我们有同感。对，不是我24岁呢，真的都不用着急。连我都不着急。对，咱们仨都不用着急，就是嘛，工作先做好了，我们一起祝福何春玲好吗？好，祝福你春玲，也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，再见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现在呢，我们的两位选手现在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，所有的分数清零。我们开始抢答环节，一共有5道题目。没错。两位，请听题：青萝卜和胡萝卜，哪一个具有清热的作用？请作答。一号选手。青萝卜。青萝卜，你的回答是？
正确的，为崔志喜加上一分。继续听题，唐代文学家柳宗元，人称柳河东，河东是指现在的山东还是山西？请作答。金枝大姐，山东。山东，你的回答是错误的，是山西。因为王大姐回答错误，所以为一号崔志喜加上一分，2-0。两位继续听题，清洗西红柿最好是用热水还是用凉水？开始。志喜，凉水。你选择的答案是凉水，你的回答是错误的，给金枝大姐加上一分。第四题，清晨起床的时候最好是喝白开水还是淡盐水？请作答。崔志喜。志喜，淡盐水。淡盐水，你的回答是，我想请问一下金枝大爷，您觉得是淡盐水还是白开水？白开水。这么自信。您的回答是正确的，白开水。给金枝大姐加上一分，因为志喜答错了，他说的是淡盐水，所以呢给金枝大姐加上一分。目前的局势2-2，一共是5题，现在是最后一题，究竟谁能实现家庭梦想？这道题很关键哈。测血压的时候屏住呼吸会使血压升高还是降低？请作答。志喜，升高。会使血压升高。崔志喜的答案是升高，如果他这道题答对了，他就是今天的冠军，如果他这道题答错了，马上把家庭梦想交给王大姐，所以很关键。我们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揭晓最终答案。最后的一道题非常的关键，目前选手的比分是2-2，测量血压的时候屏住呼吸会使血压升高还是降低？一号选手选择的答案是升高，你的回答是正确的。哇，恭喜崔志喜成为了今天的冠军，能够实现家庭梦想，同时非常的感谢王大姐今天你的参与。感谢金枝大姐，谢谢。谢谢，再见。来，有请志喜。跳绳冠军，没想到今天来到开心词典成了智力英雄，开心词典的冠军哈、啊、恭喜你。谢谢。运动让人年轻，运动让人健康、同样运动让人智慧。没错，希望你把这种运动的精神再次传播下去，好不好？反正我和小鸭是受感染了，拥抱新梦想去吧，赶紧冲。恭喜崔志喜，同时感谢我们开心词典的观众朋友们对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我是小鸭。我是小宁。祝你开心，祝你幸福，周末愉快，再见朋友们。当时就觉得这么懂事的孩子，我真的希望我们大家的努力能够让他的生命顽强地继续下去。我的这个电脑当中呢